乌阿拉斯亚嘎瓦斯基苏，你告诉我，当一个谎言被揭穿之后，那个谎言会怎么样？告诉我！当一个谎言被揭穿之后，就会被真相取代。原本的那个谎言，当然就不存在。欧拉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时光倒影里看见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会……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问我那个问题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口中的谎言指的就是他的存在。这就是我在欧拉要消失前那一刻走进他心里看到的画面。我完全不能理解，当他要消失的时候，心里所想的竟然是如此平凡无奇的一刻。我知道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就是他会消失的原因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忘记你看过的时光倒影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再也看不见任何的时光倒影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会忘记我跟你之间所有经历过的一切。在你眼中，我只是一个被气嘎嘎拉样的嘎瓦斯。不管未来我对你做了多少过分的事情，你都不会对我感到失望。你也不会记得我现在要跟你说的这一句。对不起。